175级凌波城，雪山老规矩，服务器先加4000啊，最少的。人修6000，统修6400，烈术150，辅助技能强壮神速加2000，师门技能1400，化圣9层再加5000。原始种族仙族龙宫天宫再加凌波啊，原始种族仙啊再加上一个500。限量祥瑞九尾冰狐深海狂沙吾皇从第一个来480 1000 500 200 9000，这个区差不多9000啊，雪山啥都要贵一点，200 啊200，锦衣浪淘沙2000，300 1500 200，猫茸茸多少钱我还不知道，雨仙哥360，看神器，神器伤害78，没动三级白板和两级水。水的话洗好了1500，然后两级的没有水药啊，给个2000。解锁都有了，永不磨损加碎星诀的帽子。雪山这种装备一定贵，因为只要跨服买就很贵啊，给个5000。腰带的话啊，再给他一个5000。鞋子破血狂攻啊，项链碎星诀，再给两个，给他个250。武器的话，衣服的话是碎星诀啊，再给个700。武器的话竟然不是坚固，负伤只要低于840都是垃圾，793除以3加602。减去8864，出伤802，这把武器300，分解有机会的原身，这零是200，这零是300，给个500，伤害速度加法爆，这啥玩意儿啊？啊，这个双伤害，这俩零是再给500，啊，还有点备用装备，这个送，失败3次耐久度1，啊，就是纯纯的观赏，再加5500，再加1400。再加2000，再加150，再加6400，再加6000，再加4000，好，这个的最终价格是66000。